必须要把塑料胶挤到与弹簧紧密接触。其实就是，反正我会习惯的挤得紧一点，就是因为这会儿的弹簧，如果挤得紧一点，可能就保护它的更好。那你这样松的话，其实弹簧起不到太大的作用。直接就那个铁丝那一块，就是顶住它，对，顶住它就好了。就顶住它，它还下不来吗？把之前的胶片撕掉，那就上水了。把上面残余的胶给刮掉。要一个1000的，1999。哎妈，这也不是一个人。稍微把这个上面的胶挑一下。我要先掰一下它了，要不然的话太影响我搞别的了啊！就是这么着掰，就是顺势把这个掰下来就好。好，帮我翻一下红吧。啊，别，是上面纸在这儿啊，就是把它这样子放好就好，就顺着它的力量掰，千万不要。不够，好，这可以了，不要太难。
在再根据大家画的那个线给 gas key 磨一个凹槽，便于待会儿热电偶放上去。因为你看，因为它不是从正中间出来的，比如说这样子压下去，压下去以后，它这个地方，就是这个地方是不是容易变折？所以我一般会把这一块打圆滑。哦。然后你看这边也是，这边的话，磨个倒角。你看我这块也把它弄圆滑了。就是不容易折到它。对，我一般我会这样子处理，我也不要让别人。可以。那你不可能每一次都是完美的，就是中间垂直下去，所以我一般就会按我折的那个形状去来画它这个槽，所以这槽也不必提前画，提前挖，因为你可能你折出来的就不是中间那个位置。懂了，了解。好，这个的深度基本上一般在1/2左右。嗯，好，那高度的1/2。Cube 上与木片相接触的面是需要用酒精擦拭干净的。在把八面体装上去之前，要把它擦拭干净，主要是防止它导电之中有杂质存在，对吧？就反正阻止导电嘛，阻止加热。它会让导电不好导。就这样子放，然后好了，不然它怎么弄不下去的？弄下去呢？你要不要用一下那个打底一下？等我一下。我感觉我的什么？戳到了。这用胶布将热电偶固定好位置。是下面是一个热电，不是一个那个，就是我们 heater 就是从这块出来的，所以这一个一会儿要连那个铜片要导电，所以这块画一个，做一下标记。然后一会儿这一面对的上面的那一个 cube 也需要做一下标记。这个面，因为这边接触那个 heater， 所以把它清洁一下吗？嗯，擦一下，就在那边。擦个胶囊。那我就肯定是先回带着皮肤的氧气。这面也不要脏。到那个了。我需要是歪的这个东西，证明那边的木条不高。多好，就是你帮我拿四个那个铜块，就那个现在有两个，你再拿两个过来。好的。那这个的话就放上就行了，这个是绝缘的那个面，然后放到这一块，放到热电偶那一面就好了。这也是。然后拿四个方块，很重的方块，对它进行一定程度的挤压。
也不说挤压，就固定稳定。哦，对了，刚才这个面不是对应的那个什么吗？我们标记一下，我刚才不忘标记。有这个？就是吗？哦、就这个。完了。算了，这边是贴那个什么了的。贴。现在开始粘垫片。哎呦，都起飞了。起飞啥？先用酒精擦拭一下。因为要挤太多了。这个面上就不要有什么小细渣子什么的，因为都会让它不平。哎，对，接吧，接吧，拿吧，拿吧。它是捅那个什么的，所以旁边就对着那里。对，就这样。等一下，边上多余的要把它剪掉吗？嗯，小角。没事。嗯，切的不是很好，这次。这个垫片总共是六片，因为正方体有六个面，其中两片是。不需要剪三角形的，然后还有导电的铜片，小圆铜片。然后呢，这个对准这儿。另外四片是有三角形，就是、它的三角形是对对对，卡在线出口的地方。因为前面在这个角上标记了蓝色，说明它是导电的那一段，那么铜片就要贴在这个 cube 上。